俺铁牛一下子把你人生吃！嘿，铁牛，你做甚？干你鸟事啊！难道你也想欺负俺铁牛不成啊？你这黑丝好心无力，洒家好心为何你却不知好歹？哎呀，都怪那太保哥哥跟阮小二哥哥撸了这么一条鱼，叫俺铁牛做给他们吃，俺铁牛哪会做饭啊？洒家还以为是何大事，铁牛兄弟莫急，交给洒家。 铁牛兄弟，干！哎呀，哥哥，今天可把俺铁牛给饿残了，好光！哎，铁牛兄弟，别光顾着吃肉啊，来喝酒，来！ 洒家一拳就将你了结，哥哥且慢，二师兄伤害年幼，我们如此待他是否过于残忍了？二郎说的何话，在景阳冈打虎时都未曾见你手软，这小小的乳猪怎就怕了呢？哎，哥哥，那大虫乃凶恶之物，不一样啊！二郎不必多说，洒家自有安排。哎，哥哥，不可，不可啊！ 二郎，快来同洒家一起把二师兄抬上酒桌。来了，二郎，吃肉。 哥哥给你打个样，二郎，此等美味可莫错过呀！那我就浅尝一下。 嗯，真香。 来干！哥哥，哎，不好！
如此匆忙啊？我已在此住了两日，东京还有要事，就不耽误了。我明白哥哥还有大仇未报，可此事还得仔细谋划，急不得啊。是啊，哥哥，我们三兄弟一条心，何不先回去谋划一番？也可。嘿，把行李给我。哥哥二郎开饭了。鲁大哥，在你做饭的间隙，我同林大哥商量好了一个计谋。哦，是何计？哎，好计，好计呀、啊！是啊，哥哥，你也别愁了，来，我们吃酒。来，干！哥哥二郎吃肉。Yeah.